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大家阿弥陀佛。我们看课本29页，讲到这个信，如是我闻啊，是在表信啊，就是这样的说法啊。那么是有根据的，有出处的，有道理的，是依佛，完全依佛所说的。那么让人家啊，是它是事实，让人家完全可以相信啊。那重点啊，现在在解释"如是我闻"这个词。好，那么因为一开始啊，他大智论就讲到信为能入啊，那么智为能度。那我们说过，从一切众生来讲，佛法的修行次第最初是信，从已经皈依三宝的佛弟子，已经相信佛陀的佛弟子来讲，那么最初的修行是戒啊。所以有时候37道品里面，有时候以信啊为初，有时候以戒为初。如果从最根本、最重要的啊，那么是来讲，那么是慧啊。所以从闻思修说啊。那么，或是直接用会来说啊，这个说就是佛法到底一开始要怎么修行，最初要具备什么啊？那么大概从三个角度说，第一个就是就一切众生来讲，那么最初要有信啊，相信，你要先相信佛法啊。那么如果从佛陀弟子来讲，佛弟子来讲，最初要有戒。如果从解脱啊，或从根本来讲，最初要有慧，要有闻啊，所以叫做正见。八正道叫做正见啊，最初要有正见。那么基本上这是佛法一开始啊，或是最根本，或是最初，我们到底要先从哪里下手啊？那么根基不同啊，那么需求不同啊，就重点会不一样啊。但是这三个都没有互相违背啊，那么信跟智啊，或是戒跟慧啊，那么基本上那都是道理是一样的，互通的啊。那么只能偏重，不能偏废啊。偏重就是你可以就你的需要，或就你现在目前的状态，从哪里下手。但是啊，你不能说啊，有信无智，有智无信，有戒无慧，有慧无戒啊，就这个都不行啊。那这个我们先，大家要先知道。好，那么因为我们讲到啊，这个信，这个如是相啊，那么通常信跟智的关系啊，在经典里面有特别把它举出来啊。这个我们是啊，讲到第一个信完了之后，我们就稍微先讲一下啊。这个大波涅盘经，大波涅盘经有两个啊，两个不太一样，一个是啊大圣的啊，很多卷的啊，36卷、40卷的；一个是啊阿含经的啊，属于阿含经的，只有上下卷的啊，两卷的啊，又叫大波涅盘经，类像这样的，不太一样啊。那但是啊，这刚好我们都有引用，等一下再来说啊。那么大波涅盘经里面讲到，若人信心啊，无有智慧啊，就是你对佛相信啊，但是你没有智慧。那么一般来说，佛法有两种行人，就是信佛的人啊，信佛的人，不信佛的他就不讲了啊。信佛的基本上从阿含经里面来讲啊，那么有两种人，一种叫做信行人，一种叫做法行人。啊，不管信行人还是法行人，都可以解脱啊，但是他的前提是，你相信又有智慧，你智慧也相信啊。那么信行人，很大部分的人是信行人啊，就是
我不用懂很多道理，你只要告诉我的方法，我依这个方法照着做就好了。啊，就好像说好，比如说啊，那么很多法师会劝居士，啊，他有烦恼，啊，他有问题，啊，没办法解决，啊，或是他心情不好，啊，你就念佛，你念佛就好，念佛就能消业障，念佛就能够增福报，念佛佛就会加持你。好，念佛这个问题就能解决啊，人不会解决问题，但佛肯定能够解决问题。你念佛，佛肯定能帮你。哈，大部分我们会这样说啊。那么信行人听了就说好，那么他就念，要怎么念？哦，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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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一天念10万声、20万声、30万声，好啊。那么你如果要往生啊，念30万啊往生咒，你就可以往生啊。反正就是像这样啊。那么如果你还担心啊，那你临命终的时候盖个往生被啊就可以了啊。那么大部分的人不会去问为什么，那你这样说我就这样做，你这样讲我就这样信。那么这种你跟他讲太多他也嫌麻烦啊，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你就告诉我怎么做就好，做了会怎么样啊，那就好，那我就做了啊。那这个我相信你啊，然后你说了我就做，你说这样讲有这样的功德我就信啊。这种是信行人。那信行人有好有不好，好就是他遇到的是有正见的、有智慧的，给他指的是一条真正的路，那么他就照着这个路，也没有恶心，他没有恶心就这样走也会到。但是万一这个跟他指路的人指错路了，他也不会怀疑，他也不会怀疑。那不会怀疑到第一个两个状况，第一个到达目的地才发现不是这样，第二个根本就不是他要的目的地，他也会想这个就是目的地啊，那这个就麻烦了啊。所以信行人大好大不好，但是他行动派的，你一讲他就做了，而且很专心的做啊。那么这是一种。法行人不是，法行人，你叫我念佛，念佛有这种功德，为什么？为什么念佛有这个功德？我念观音菩萨不行吗？我念地藏菩萨不行啊？那为什么念佛有这个功德？那我念释迦牟尼佛不行吗？那如果是，那为什么其他那么多佛法做什么啊？那为什么这样念可以有这样的功德？那么其他的人，其他宗教念上帝、念阿拉，可不可以也有这样的功德？他会问很多，他会问种种的情况啊，他会就世间的来看。因为你要跟我讲清楚，你没有跟我讲清楚，我这一步踏出去就是一生一辈子了，就是一辈子了。我用一辈子的生命时间精力来做这件事，我当然要好好讲清楚啊啊。那么比如说啊，有些人说啊，你可以出家啊，出家功德比较殊胜，出家这个出家你的父母啊，一直出家九族升天，哇，那有些人想到了，我这么好，我出家了，我的亲戚朋友都可以升天啊，鸡犬都能升天啊，那为什么？这个是在说什么？他要讲，他要问清楚啊，他不是说哦，你讲了我就信，没有。那这种人也有好有不好，他一旦信，他就是决定性啊，那么他不容易被改变。那么即使有种种的人来跟他讲，那么他也不会改变，而且他起步慢，但是他稳定的向前走。那信行人虽然具有信心，但是现在我听你讲，我相信你，未来有一个有神通的，那么能够知三世因果的，能够知你心里面想什么的，他再跟你讲，你也想，哦，这个人比那个人修行，那你心就会动摇哦，你有可能会动摇。但是你起步的快，但是你比较不稳定。那法行人起步的慢，他要弄清楚嘛，那么起步不慢，有可能他一直在怀疑，一直在怀疑，永远没有踏出第一步，裹足不前，也有可能啊。这个叫做有志无限啊。那么他就一直在研究，一直在研究，他还没有研究清楚之前，他不轻易跨出第一步。那么这样的话，他有可能到死之前他都没有弄清楚，他就一直没有走现第一步啊，或是走来走去啊，就在旁边而已，他犹豫不决。那么这种假设，他遇到一个能讲的人啊，那么解决他的疑惑，那么他就没有问题。假设遇不到啊，那么他可能一辈子都在研究，都在怀疑啊，那这个也麻烦
啊，但是学佛它基本上信跟智要配合，啊，那么也不是完全信，也不是完全不信，啊，就是你一开始先试试看，先做做看，那么边做边信，边信边就是信，就是行跟解，一般我们叫做行跟解，这个是解，这个是重解，这个是重行啊，没有，这个是重信，这个是重行，实践做就对了啊，就是这种人啊，先不要问这样做对不对，你先做就对。那法行人不是，我要先问这样做对不对，对了我才做，不对我就不做了。他要研究到对才要做啊，就不一样。这个是重行，这个是重解。那一般我们讲是要行解相应，行因解而行，因行而解，行解并进啊。通常我们是这样啊，这很多人都会问了啊，要行解并进。你在做的时候并不完全了解，你也不是等到完全了解了你才做。啊，那有一点像什么？你去看病，那么你先相信这个医生。那相信这个医生，因为他专业嘛。可是他专业不代表他就是不会错误啊，或是他的专业就他了解别人的病不一定了解你的病啊，他了解别人的体质不一定了解你的体质。好，你去看，就好像我们看医生也这样嘛。我们去看医生，那number 的嘛，就是人家介绍，或是你自己知道哦，这个医生这样的权威，你去看，看了之后，那么医生跟你讲，你一面听一面分析看看，你也不完全知道他说的到底是不是这样，因为你不是专业啊，啊，所以只好先吃看看，边吃边看自己的病况的反应有没有好，如果没有好了，那么你第二次去看。你看你要用多少时间来实验，那么如果真没好就换医生了，啊，那么但是你边吃就边知道有没有反应有没有好嘛，就算病没有好也要症状要减轻嘛，是不是？那你吃了一个礼拜的药症状都没有比较减轻，那你吃一年都没有改善，那你还要继续吃，那这个就没有道理啊，啊，但是你边吃边看，哎，好像有好啊，你就有信心再继续吃嘛，啊，但吃了一阵子都不会断根不会好，那你有可能就要说这个病只能控制，或是这个病啊，你要去找其他的医生啊，类似像这样啊，啊，那么那你啊，不用说啊，那你一开始先问清楚，先了解这个，你去研究啊，这些药有什么副作用，有什么作用啊，那医生开的什么药，你每一个弄清楚，那你不用吃了，你病重一点的就死掉了啊。那所以类似像这样，就是你边吃药边看反应，边看状况，然后边想一想跟你的症状啊，那有没有减轻，那这些药你慢慢去研究它，边吃边研究，边研究又边吃啊，那么不行就找另外的医生，也是这样。那我们学佛其实也是这样啊，那么多宗派，那么多法门，又有藏传，又有南传，又有北传，每一传里面又有很多宗派，每一派里面有很多法师，每一个法师有很多种讲法啊，你会乱掉啊，你不学还没那么多，一学就乱掉了啊。这部经这样讲，那一部这样讲，那一部经那样讲，又彼此不一定相应，有些彼此还有冲突。我到底要听谁的？我到底要修什么？啊，有些人不学，如果你只跟一个人学，啊，那么你就不会乱啊。但是只跟一个人学，或只跟一部经学，或只跟某一派学，啊，有好也有不好，啊，表面上看起来啊叫做一门深入，啊，那么但是有时候这一门不一定深入，但其他门你肯定不懂，啊，肯定你没有其他的方法。那这个医生要是死了，你就没有可以看你病的医生了，他不一定治好你的病。但是你从此再没有其他的医生可以看病，那就麻烦了啊。那么最好你自己就是个医生，那是最好了。那个就是你完全懂道理啊。那么你不需要完全依靠别人，但是一开始你是要依靠善知识的。一开始你要依靠善知识，后来你就是你自己的善知识，然后你是别人的善知识，有这三个层次啊。那我们要知道好。
那么现在讲啊，若人信心啊，大般若波罗经无有智慧，那信心就是你相信佛说的嘛，你相信这经典说的嘛，你相信这个法师说的，但是你不会去分别思维，你不会分析归纳总结，不会去理解这个道理啊。人家告诉你啊，诵金刚经可以延寿，好，那你就开始诵金刚经啊。人家告诉你诵般若经可以增长智慧，你就诵般若经。人家告诉你生病了诵药师经啊，那么这个病就可以减轻，你就去诵药师经啊。反正就是这样啊，没有智慧，你不晓得什么叫做诵药师经，你不晓得什么叫做般若经啊。你读这个心经啊，最后啊，揭谛揭谛，般若揭谛，般若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啊。那么这个是心经的心要啊。有人跟你讲啊啊，你没有智慧，你就诵心经。诵不了那么多，你就诵这个心经的咒啊，你就天天在那边诵揭谛揭谛，你诵一百年也不会有智慧，除非你过去有宿世慧啊，那么引发啊，那所以你没有去理解它揭谛揭谛是什么意思，这个咒是什么意思，般若经是什么意思，诵般若经会有智慧又是什么意思，你没有去了解啊，就没有智慧。世人则人增长无明啊，你单单有信心啊，所有的外道都对他的宗教有信心啊，甚至啊，这个无神论者啊，对这个马克思对这个无神论的这个理论有信心啊。那么说信心，单单有信心不一定啊，不一定就能够得到利益。他说若人信心没有智慧，那因为无明就是没有智慧。我们说过什么是无明啊？不知善，不知恶，不会分别嘛？不会分别，不会分别善恶因果业报，如是业如是报啊。那么你不会分别啊。那么所以没有智慧就是无明。那么最重要的是不知无我啊，根本是不知无我。其他就是你不会清楚这其中的道理，缘起的道理。此有故彼有，如是因如是果，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如是业如是报，你不知道，那这一部分就比较麻烦啊。那么就是增长无明，若有智慧，好，你会分别啦，你会研究啊，这个道理在说什么，那个道理在说什么，研究了很多啊。那么侃侃而谈，能够娓娓道来啊，但是你不去做，因为你虽然可以解释佛说的道理。可以说明，详细说明佛这样说的理由，但是你不照着去做，为什么？那是佛说的，那是佛说的，我又不相信佛。佛说的是这个道理，你知道，你会说，你明白，你清楚，但是你不照着去做，啊，那这是什么？若有智慧，无有信心。你对这样说，比如说啊，比如说啊，阿含经讲无我啊，然后你可以解释啊，比如说佛陀讲啊，要观无应无我可以得解脱，可以出离三界啊。那么这个研究佛法的人啊，他可以告诉你啊，这个无我啊有几种观法啊。那么基本上观无应无我啊，那么色受想行识，色是什么，受是什么，想是什么，行是什么，识是什么。那么观色无我，要观过去、现在、未来、内外，还有丑、粗、细、远、近，啊。那么什么叫做过去、现在、未来？什么叫做内外？什么叫做粗细？什么叫做好丑？什么叫做远近？他可以跟你讲清楚、说明白，但是他自己修不修？他不修。我都不相信有解脱，但是我知道你这样说是在说什么，啊。那这个叫做什么？啊，那么叫做。若有智慧，这个智慧不是无漏慧，是世间的聪明才智。那你可以解释佛法啊，这个有很多啊。等一下我们讲这个研究大智度论，一直以来最权威的，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超越他的一个比利时的神父，叫做兰莫特啊。那么他还把大智度论的全集卷翻成法文，还翻了很多大圣经典。现在我们底下啊，很多的解释都是参考兰莫特的，比利时的神父，他把大智度论研究在可以说
现在跟以前都没有人能够超越他。大家要研究大智论，都要以他做参考。但是他信不信佛？他不信佛。他信不是龙树菩萨？不信。但是他可以解释得很清楚，很道地。这种很多，这种学者很多啊。那么他也不一定修行啊。那他还是信什么？他还是信上帝。那么，但是他很能解释佛法。这个过去在佛陀时代也有啊，这个叫做道法的，就是说他来学习只是要明白你在讲些什么啊，那么好纠正你的错误，来证成他们的什么啊，证成他们的真实啊，有些是这样子的啊。那这个是什么？有智无信，增长邪见啊。那么所以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现在来学习佛法，信跟智，行跟解要并进。信跟智啊都要有啊，你从信路从智路都可以啊。那么信行人法行人都可以解脱，信行人因信而得慧的，那么叫做四不坏信，或是四不坏境。所以我们前面有讲啊，信心静为信，到最后你会得智慧。清净心就是信，清净心没有杂染心就是智啊，其实信智到最后叫做信智一如了，啊，信智一如。啊，所以信行人得四不坏性，法行人得法眼净，啊，四不坏性又叫做四不坏净，它都是净了 啊四不坏净，又叫做四不坏性，啊，那法行人得法眼净啊，也是净。啊，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好，那么《大比菩萨论》里面是说到，啊，无信智慧，啊，没有信的智慧增长产区啊，有点不一样，但差不多了啊。那么产区就是心歪曲不止啊，啊，歪曲不止。你这样想，你心里你嘴里这样讲，但是心里面不这样想啊，就是你智慧你会分析啊，这个，比如说他解释。啊，解释这个，比如说啊，冉墨陀解释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啊，怎么样可以解脱？怎么样可以解脱？他解释这样可以解脱，但是他相不相信这样可以解脱？他不相信这样可以解脱。然后这个是什么？他增长邪见，啊，增长产区，都嘴里讲的跟心里想的不太一样啊。那么就是他不是相信的了。那么无慧没有智慧的信，其实增长愚痴，基本上很多这个是大多数佛弟子的。大多是比较迷信的宗教，宗教一般像如果从佛教里面来讲啊，你比较迷信法会功能的，比较就是宗教仪轨的，比较重宗教仪式的，比较重宗教仪式的，那么通常都是比较迷信的啊，那念个什么经可以消什么灾啊，那么念个什么咒可以除什么障啊，那么类似像这样的啊，都比较迷信，但是他中那个宗教仪轨啊，比如说你举行那个水陆法会啊，你一定要烧呢，一定要把那个书文给那些子人骑子马带去给这个天上的佛啊，那么让他知道啊，这点才有功德啊，那一些牌位一定要放在往生船里面，那么他用这个往生船载你去极乐世界，他这个仪轨不能没有，那他很重这个宗教仪轨啊，那么这个无信之外增长产区，这个都比较重研究学问的研究啊，这两派啊就是两边啊，一边就是重学术的研究，这边会重学术的研究，重学术研究。那么阐明其中的道理啊，解释种种啊，可以给你解释到清清楚楚啊，但是他心里信不信？他不信。那么这个是啊，非常的相信啊，那么完全按照仪轨仪式，他觉得不用懂那么多道理，你只要完全照这样做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受用啊啊，那这个是两边哦，这个是我们看佛教徒经常有两边哦，比较迷信的，比较偏宗教的，啊，强调种种的法会。这个回到婆罗门，济世万人，哈、啊，济世万人，
啊，那么有一些就是后来就比较偏重在研究的，啊，有一点偏向啊那个阿毗达摩，那烂陀那个时代专门做研究，那么就研究出非常很多深奥的道理，然后跟你讲清楚说明白。啊，是，但是他们也信的，他们不是不信的。但是现在有一些学者啊，就是专门做研究的，那么他不一定相信佛法啊。那这个就变成两边啊，就是我们讲到信跟智啊，就顺带讲了。那一般的说法，一般总结这样的说法，都你在外面，你在这个 Google 上或是在其他地方，人家讲经说到了，都是这样讲啊，都是总结这样讲，有信无智。啊，他一般是这样啊，有信无智，增长愚痴；有智无信，增长邪见啊，大概就这样讲，啊，那这个是我们讲到卢思文这个信，然后先跟大家说明一下的，然后底下还有啊，底下还有，好，我们继续讲。第二个复次，啊，前面说到有信就好像牛皮一样，那我们说过啊，这个经典里面大部分都是用白布。白净蝶啊，白布啊，易受染色啊，这个牛皮啊，易可曲折啊，这个不太一样。好，第二个经中说信如手，如人有手入宝山中，自在取宝。好，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底下的解释。164啊，他这里说到啊，引到中阿含龙象经。啊，那因为底下有解释，我们就啊把这个稍微说清楚一下。大龙信为首，二功德为牙。这本经是龙象经啊，南传北传都有。那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啊，所以这个手是指象鼻，大龙是指佛。那么龙象，龙跟象啊，后面有啊，我们现在先稍微说。龙跟象都是同一个梵文啊，那个啊，它有时候翻龙，有时候翻象，有时候翻蛇。啊，但是你要知道啊，龙跟象其实是同一个字，那个啊，像龙树的龙，它有时候也翻蛇，它是同一个字，但有时候不一样啊，像龙王啊，那四海龙王啊，那这一些啊，什么什么龙王。那么它有可能是蛇啊，那也有可能不是，就是蛇的退化长脚啊，长脚跟长这个脚，有四只脚，我们的龙一样啊，有这个头上有长脚，那么身体有长脚，足的这个脚啊，那么就变成龙啊。那么有时候是指象啊，那么这里的龙象经主要是象，因为他是说这个里面中阿含这个龙象经是说到啊波斯匿王，因为国王他们有象军啊，都养很多象啊。那么波斯匿王有一条大象经过那个河啊，就是佛陀跟一个比丘啊，有的时候是乌陀夷，有的时候是阿难啊，去洗澡，去那个河洗澡啊，那个龙象啊过经过，其实就是象啊，那么这里是以象的手是鼻，因为象拿东西都是靠它的鼻子。啊，那所以这个象，这个如这个象这个手啊，那他所以他这里经里的里面讲啊，他这里有讲大龙信为首，大龙，但是大龙是指佛啊，但是就是以大象来比喻佛啦啊，最有威德力的啊。那么一般来讲，比如说龙常在殿啊，也是指的佛，大龙是指佛。但是这里信为首，从表面意思是说，这个象以它的象鼻能够获取很多的东西，以它的象鼻为首。从佛法来讲，那么你要入佛法，要以信为首，才能够获得所有的功德啊。其实是这样，所以他后面有说二功德为雅啊。那这个如果对照南传的，那么没有这一句，他没有二功德，因为。象有两只牙啊，但是如果依这个中阿含里面来讲啊，它并没有二牙这样的翻译啊，但是就如果依南传来讲啊，这个平静为雅啊，那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就好了啊。好，
所以他这里讲，他重点在讲啊，那么相信在佛法里面，相信佛陀，相信佛说的法，相信佛的圣弟子，这个叫三宝啊。那么所以相信这个三宝，那么在佛法里面很重要啊。那么你相信，就好像这个象有鼻子一样，就像象的鼻子，象没有鼻子，它要吃东西，它要拿东西，它要做什么，都靠那个鼻子，都靠手，那就没办法了啊，它就饿死了啊，它没有拿到任何，它没有拿到任何东西可以来滋养它的生命啊，滋养它的身体。那我们如果不相信，我们也没有办法啊，那么遵照依法去修行啊，那么你不依法修行，你就没有办法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讲的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信是从一切众生来讲是信为首啊，那么你先相信佛法了啊，那么决定要照佛，相信佛法一定会皈依三宝，一定会照着佛法说的去做。如果说我相信佛，但我不照着佛说做，那表示你不是真信啊。好，如人有手入宝山中啊，那么就好像一个人有手啊一样啊，象有鼻子，人有手，入这个宝山啊。那一般来讲啊，入宝山或入大海啊都一样啊，入海求取七宝，入宝山求拿这个七宝啊一样啊，拿取七宝一样，自在取宝啊，入宝山中自在取宝啊，入大海中啊求取七宝啊，一般就这一般就这两种比喻了。有信也是这样，入佛法无漏。好，无漏后面有个根立觉道禅定啊。佛法通常分有漏跟无漏，一般我们把法在佛陀阿含经里面主要分两个啊，这个上次有跟大家讲过啊，一个叫做有为无为，主要这两个啦啊，一个叫做有漏无漏，有为无为啊，比较就法来讲。比较依法依这个现象，一切法依法而说，就是一切现象有为法生住一灭。有漏无漏比较依人来讲，就是心烦恼的有漏无漏啊，比较重这个法的生灭有为无为，这个比较重人的清净跟杂染，就是染跟净，心的染净，这比较重心的染净来讲啊，有漏无漏就是有漏就是烦恼啊，染净。这个比较重在法的生灭上讲，啊，生灭跟不生，生灭啊，不生不灭啊，这样来讲，这个是杂染清净。那么无漏无为的啊，或是有为无漏的啊，或是有漏啊，有漏无为的啊，有漏没有无为啊，就有为无漏的啊，基本上就是无漏无为出世间的，这个就是出世间的，这个是世间的，这个是世间的。这个是出世间的啊，出三界出世间的啊，所以有时候也叫做世间法出世间法啊。那么出世间法一定是无为无漏的，它不是生灭的，它不是杂染的啊，这我们先知道这样。好，那无漏的啊，无漏的这里有讲觉力啊，觉力道啊，我看一下，根力觉道禅定，根力啊，根力啊，觉道禅，禅跟定可以分开也可以不分开啊。那一般我们讲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啊，八正道、八道、八正道、四禅、八定，基本上是这样。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其实就是你具足这一些，你可以通向无漏，通向无为啊，通向出世间
你具足无漏的，你具足这一些，这一些就是你向解脱啊，这个我们叫做解脱啊，向解脱向善向解脱的方法啊，你的心拥有，你依这个方法可以向善向上向解脱，可以依这个而得无漏，而入无为，得无漏入无为啊，证出世间啊，证出世间法啊，五根信净念定慧啊，五根信净念定慧啊，一样心为人入，智为人度，五力跟五根一样，一根而有力啊，七觉知念则法精进，喜清安定舍啊，从念开始，念就是四念处，念则法清净，喜清安定舍啊，八正道从正见开始啊，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念正定正精进正念正定啊，那一正定再发依世间的正见，正见出世间的正见，然后依正定再引发无漏的正见，啊，依有漏的正见而得正定，那么再依正定而引发无漏的正见，啊，基本上是这样，啊，这个是八正道，它都是修行的一个次第，啊，那当然啊，一般我们就是把它，如果依这个佛法里面讲，就是三十七道品。啊，四念处是正情，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啊，就是佛弟子把它归纳为七类三十七道品，啊，但是佛讲的就不止这七类了，其实还很多，啊，但是就是比较常用的啊，就七类三十七道品。那这里再多一个所谓的禅定，四禅八定，啊，那么四禅八定，禅，它基本上四禅就是色界的。色界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那八定就是这个色界的四禅，再加上无色界的四定，无色界的四定，色界四禅加上无色界的四定，那就变成八个，就叫做四禅八定，啊，那么无色界的只能叫禅，不能叫定，那色界的只能叫禅，不能叫定，无色界的既是禅也是定。啊，不是无色界的，讲错了，无色界的不能叫禅，不能叫禅，只能叫定。那么是色界的既是禅也是定，啊，讲错了，就是这样，就是色界的是禅，既是禅也是定，啊，因为定是从初禅开始算，初禅以前不能叫定，只能叫住心，只能叫住心，或是心住，啊，九心住或九住心，啊，从这个就九住心，它还不能叫定，所以它有一个名叫未至定，还没到定，未到地定，未到定或未至定，它还不能称为定。这九心住或九住心，啊，内住、续住、安住、进住啊，那么到一直到这个心一进，一直到这个心啊，心这个极进、最极极进等流啊。那么这九种，那么基本上还不能称为定啊，但到初禅以上就叫做定了。那无色界的四定也是定啊，所以加起来有八种。但是无色界不能叫禅，为什么？因为禅是思维修，禅的意思就是思维修，禁律啊，禁律，它有时候翻禁律，它有思虑啊，但是无色界已经没有这种思虑了。啊，没有了啊，他所以他只能叫定，他这个不能叫禅，所以叫做四禅八定。好，那么他说他可以引发啊这样的啊有这个根力觉道禅定啊，就是啊我们来看啊，我们就是跟大家讲清楚一点了啊，那佛法的无漏的根力觉道禅定宝山。自在所取，就是你相信佛法，你才会去照这个佛法的次第去修嘛。那你照这个佛法的次第去修，你就可以得到佛法的功德嘛。功德就是作用，你有这个功德，就是你的内心具有这样的特性跟作用。啊，功德其实就是作用哦。所以八功德觉就是水的八种作用。啊，那你诵经有什么功德？啊，你修行有什么功德？你念佛有什么功德？有没有完全看你念了佛之后，
诵了经之后，你的心产生了什么好的变化？那好跟不好都可以叫作用哦，好的作用跟不好的作用有时候都翻作功德，但是一般偏向好的，偏向好的，那么所以比如说五欲功德，五欲有什么作用啊？基本上也是这样嘛。好，那这里无信，你不相信，就好像一个人没有手一样，没有手的人进入全部是宝物的山里面，没有办法拿，就算拿呀，用嘴巴咬一个好了啦，他也拿不多就不能有所取那么入无心亦如是，入佛法宝山因为三宝，宝山是形容这个宝很多谁来取他都不会匮乏不会说这个很多人学佛啦，佛的功德都被取完了，后面的人取不到了不会它是形容叫做无尽藏，无尽的宝藏那么任何人来都可以从佛法里面得到无尽的宝藏那假设你不相信那么你会多无所得所以现在我们不是不相信的问题，佛弟子绝对不是不相信的问题，你不相信你不会成为佛弟子那么而是你到底相信什么的问题，有没有正信的问题。现在佛弟子没有不相信的问题，佛弟子是有没有正信的问题。那么众生才有那么一切的众生才有信跟不信的问题。那么你既然已经信佛了，就表示你相信了。问题是你的信是正信还是邪信还是不正信那么差别在这里。好，那你如果是不正信，你的行为也跟着不对也会跟着不对那所以这里当然这里强调的是信强调的信。佛言，若人有信，世人能入我大法海中你看他这里又有另外一个比喻这个海中用山跟海也一样山里面我们说入佛法大海求取其宝普门品就这样讲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入大海求取其宝他其实不是说商人要去大海求取其宝，不是，而是说佛弟子在佛大海里面要得到种种的功德那么这个普门品里面讲的也是这个道理那你一定有一定的方向照这个方向去，结果黑风吹起，船帆飘堕罗刹鬼国这个一道黑风就是烦恼升起了，升起的烦恼了那么让你本来要求取功德的偏失掉了变成在造，本来造善业的变成在造恶业了本来要求取功德了就是变成本来是重在求取佛法的功德，后来就重在这个人不给我面子这个人批评我这个人轻视我这就变成重在求取自己的名闻利养地位就变成重这个了，本来是重佛求取佛法的功德后来就偏重在求取自己的名声地位利益，这个叫做假使黑风吹起，船帆飘堕罗刹者，你就起嗔恨心本来要来做功德的，后来变成来造恶业的，就开始跟人家相骂，跟人家相打然后都只重在自己的利益，你看就变成这样那么所以他也是在形容大海像是一个七宝，佛法大海，佛法宝山，佛法大海都是一样。好，那么他说这个人相信就能入我大法海中法海因为依法修行才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所以入大法海中能得这个就是有漏无漏的功德能得沙门果沙门果，沙门是出家的意思就佛陀时代有两种修行人，一种叫做沙门，一种叫做婆罗门那婆罗门一般叫做梵志那么婆罗门也有在家也有出家的那么沙门的话，一般来讲沙门都是出家的，沙门是反婆罗门的
婆罗门是原来的宗教，沙门是新兴的宗教，那有七大沙门团，佛教是其中的一个沙门团，其他还有六种，所以叫做六师外道啊。这我们稍微知道。好，他说能得沙门果，沙门果是什么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不空剃头染袈裟啊。那么在阿含经里面啊，那么也有说到啊，就是这个，甚至就是说出家的人要常常想啊，我为什么要出家，我出家是要得什么。所以他说啊，佛陀啊，那么常常告诉比丘啊，学沙门不要失沙门道，汝等学沙门勿失沙门道啊，常常这样讲，就是我们说的空剃头染袈裟了啊。那他讲跟你们要这样想，你们常常要这样念正念啊，学沙门，汝等学沙门勿失沙门道。就出家做沙门了啊，汝等学沙门勿失沙门道。那么所以他讲啊，你常常要这样想啊，我们把它这个写一下好了啊。这个其实是出在啊阿含经中阿含的啊，中阿含有一部经叫做目击喻经啊，他讲的很多了，但是前面最主要是这样啊。目击喻经他讲的比较多啊，但是他前面主要在讲啊，他说汝等比丘啊，他说你们，他你要这样想啊，你要这样想，当作四念啊，就学沙汝等沙门啊，汝等学沙门勿沙门，当作四念啊，要写在这里，中阿含目击喻经，中阿含目击喻经。他的原文是啊，那么学沙门啊，是你们当作四念学沙门啊，意思是汝等学沙门勿失沙门道啊，当作四念。要这样想，你要怎么样出家而得到出家的功德，意思是这样。那出家有什么功德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就你既然出了家，或是你没有出家，你学佛啊，那么我学佛应该是为什么啊？我就是要得到学佛的功德啊。那学佛有什么功德？那你现在学了有没有得到这样的功德？那你要知道啊，你要常常想这些事啊，你不要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有学跟没学一样，知道跟不知道一样啊。那你学了做什么啊？那你世间的功德也没有，出世间的功德也没有，两头空啊，没有意义啊，啊，没有意义啊。那么，所以他告诉你，当作四念，这个是佛陀常常告诫比丘你的啊，当作四念。要怎么想呢？啊，他说我出家学不虚不空，啊，你要这样想，我现在出家了，学习这些沙门道啊，我出家学，我依法修学，那么一定可以，因为你相信嘛。你相信你才会这样啊！佛说我这样做可以解脱，我就相信可以；佛说我这样做忏悔就能够清净，我相信可以；佛说我持戒就可以不堕三恶道，我相信可以，我就持戒。啊，他就是这样啊！啊，那我出家学不虚不空，是实在的，是实有的，一定会得到相对应的功德啊！不虚不空啊，这里讲不空。这里讲说不空剃头染袈裟了，就出家了，啊，我不是空出家，啊，你出家一辈子有出家跟没出家一样，甚至
没出家还比较恭敬三宝，出家了之后以为你就代表三宝，傲慢心生起来了，常常骂人。你在家的时候还不敢骂人呢，你出家的时候你最大，除了佛之外圣道谁都骂啊，那么更容易生气，那表示什么？你没有得到出家的功德啊。那所以我出家学不虚不空，我们把这个讲完啊，有果有报。你要这样想啊，那么有极安乐生诸善处而得长寿，你未来啊会得到解脱，有极安乐。那么我出家之后心自在了，心欢喜了，心增长智慧了，心增长慈悲了，以前不知道的现在知道的，以前不明白的现在不明白了，以前不了解的现在了解了，以前不会的现在会了，以前会的现在不会了，以前不会的就是怎么样啊，慈悲啊，忍辱啊，布施，这些不会的现在会了，以前会的啊，骂人，两舌恶口，绮语，杀盗淫妄，以前会的现在不会了啊。那么这些都是从你学佛或是从你出家有的啊。那么所以有极安乐，有果有报嘛。那么未来会生诸善处而得长寿啊，不管在家出家都可以用生诸善处啊，好的地方啊，比如说你正出果啊，到天上七次往来不会堕三恶道，恶果啊，那也是啊，欲界天啊啊，三果有定啊，三界到无色界天啊，色界天，四果就出三界啊，那么生诸善处。而得长寿啊，就是有种种功德了啊。那么好，我们先下课，等一下再继续讲。
好，我们继续来看。那么他这里讲到啊，那么他说，那么你们啊已经出家了，那么应该要修学啊出家的法，那么要得到出家的功德，那不要啊空剃头染袈裟，就是不要出了家结果什么都没有啊。所以有果有报啊，有极安乐，这个都是果报啊，生诸善处而得长寿啊，这个都是有果有报。那么可以受人信施啊，那么意思就是你是福田，你出家的你是众生的福田啊。那么一般啊，我们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些阿罗汉这些佛都是行福田，行走中的福田，你走到哪里谁恭敬你，谁就从你身上得福报，不是你的问题，是你这个出家你这个袈裟的问题啊。你代表的是三宝，那么他恭敬三宝，看起来他是恭敬你，实际上他是恭敬三宝，他就从恭敬三宝中得到福田，得到福报，他就从供养三宝中得到福报，其实是这样。所以你要代表的就是三宝。好，那么你要是真实的啊，那所以他这里讲啊，你就可以受人信施，那么供养你的信施是主要是啊，就是信众的布施了啊，就是受到啊这些相信的居士信众的一个布施，那么他供养你这一些啊，我们叫做四事供养，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啊，基本上是这个。那这个是修道的最基本需求啊。那你依这个而能够长养啊这个身心，令身心安乐，然后能够修行啊。那么因为你这样不空出家，不虚不空啊，有果有报，所以供养你的人，所有供养你的人、布施你的人、恭敬你的人、尊重你的人、赞叹你的人，他从你的身上修身口意善，恭敬尊重你的人，心恭敬尊重三宝，赞叹你的人，眼口赞叹三宝，供养你的人啊，身这个布施三宝啊，那么就从你施者，凡是。恭敬尊重赞叹供养你的人都可以得到福报，大福报，得大福又得大果报，得大光明。那么你现在出家了，你必须要有这样的，必须要有这样的概念，你必须要自己肯定自己，我值得众生供养，我值得众生尊重，我值得众生赞叹，你要自己这样勉励自己啊，肯定自己啊。那这样你必须要学啊，你不学你就会觉得人家供养你，哎呀，我不值得赞叹，我不值得尊重，我不值得供养，那你出家做什么啊？那么你学佛做什么啊？一样啊。那么即使今天不是出家，是在家啊，很多在家人也学佛法，我值得没有学佛的人相信，我值得没有学佛的人赞叹，他不是赞叹我，他是因为我信佛，我学佛，我表现出来值得没有学佛的人尊重赞叹，啊，那么也是一样啊，啊，所以在佛法里面不虚不空，啊，那么那不是没有，我们就会虚心，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相而已，我们没有实质，你就会怎么样啊？你就会觉得啊不好意思，啊，那么所以但是有这个心也是好，惭愧心，你就要怎么样？接下来不是一辈子都不好意思。要怎么样？要努力学习，增长自己的功德，啊，要有这种担当跟这种承担，啊，你要这样做才对。好，那么所以当作是学，啊，那么你要先这样念，当作是念，这样想想好了，好，我要努力修学，我当作是学，啊，就是先有一个意图，先有一个目标，那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做？你现在为什么要学佛？你现在为什么要出家？你到底是要成为什么？好，那么你知道了，你要成为这个，你要先拥有什么？那你想拥有这些，你要先学什么？次第是什么？你要知道啊，啊，那这个就是告诉你的啊，这个有这个，你要先相信啊，这个就从这里先相信。好，那么底下再看啊，我们先把这个文看了，再等一下再看后面那个文。他这个是两段的啊，第一个就是假设这个人有相信，那么这个人啊，不管是在家出家哦啊，
那这里最重要的就是，主要是不管是在家出家，但这里能得沙门果，这个沙门果不一定是出家的哦，沙门果不一定在家可以得出果、二果、三果，甚至有一些也讲也可以得阿罗汉，在家也可以证阿罗汉啊。但是他证了三果，他就会他的行为跟他的生活就会跟出家一样，证了三果啊，就是他是在家居士，他是会持出家的戒律啊，像维摩诘这样啊，因为三果一定是断欲的，所以他会修犯恨啊。虽然他没有现出家相，他其实他都是行出家行啊。所以他这里讲，若人有信，不管在家出家，世人能入我大法海中，能得沙门果。但后面的是指出家的，空剃头染袈裟。那所以这里有一点比较偏重出家说啊，比较偏重出家说。但是在家出家都可以得沙门果。若无信，世人不能入我法海中。你就不相信，虽然你研究到很透彻，你就不相信啊。那么所以如枯树不生花时，不得沙门果。你虽然有研究，但你不照着做，只有解没有行，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得到真实的利益。所以你不要以为啊，就是说那我了解了，那么你没有照着这个次第去修去学，你只是念经，只是念佛，只是念咒，只是拜佛，只是忏悔，那么你没有办法，就是因为它有一个次第，这个只是前面的而已。但是你只有信，那后面没有灰，那么也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所以不得沙门果，虽剃头，就算你出家啊，那么染衣就是穿袈裟了啊，染衣是穿袈裟啊，所以剃头染袈裟，袈裟是坏色衣的意思，袈裟是坏色衣的意思啊，我们就可以讲清楚，就尽量讲清楚了啊。那么很多人对袈裟也有误会，袈裟是坏色衣的意思，所以它叫做染袈裟，它基本上就是坏色衣。一开始只是不要太鲜艳，质量不要太好，款式就是一块布这样包着而已啊，就最简单的啊，坏色。那坏色一般的色，一般颜色很多种，所以你要把它收集起来啊，一般都是人家丢掉的拿来。后来国王护佛护持佛法之后，就是送整块布的啊。那么它基本上以前是很多不同的颜色收集起来，那么补起来的啊，所以叫做坏色，就是染色。经过染色，这个坏是不鲜艳的意思啊，那不鲜艳的没不是正色啊，不鲜艳的颜色，就是红色啦、绿色啦、啊黄色啦这一种。啊，那么就是很鲜艳的颜色啊，不好，所以要把它染成啊，花花绿绿的要把它染成啊，那么其他比较不鲜艳的颜色，那通常有三种染法啊。一般我们戒律里面讲的，青黑木染，青黑木染，它是三种染法，它不是三种颜色。青是用矿石折青，矿石有那个染料，用矿石染的。黑是用烧下的灰染的，啊，我们烧那个灰啊，那通常这个染的基本上是灰的。树，我们烧那个以前烧木头都有那个灰，用那个灰去染。那么木染是用树的树枝去染，啊，那染的颜色都是坏色，啊，其实是这样子的。那所以染袈裟，剃头染袈裟啊。那么主要是指出家了。好，那我们再往底下看啊，他这里啊说到，虽剃头染袈裟，读种种经啊，你看他这里就讲到这样啊啊。那么你虽然每一本经你都懂啊，就像现在的学者一样啊，那么读种种经，能让就是别人不懂的你懂。你能够问让别人，能够诘问别人，反问别人，啊，那别人问让你，你能够回答；别人不懂的，你都懂；你懂得别人不懂，所以因为你懂得别人不懂，所以你会提出疑问，你可以把人家问倒，问让别人，让问别人，
你说这样，但是怎么样？哦，他就不知道了。你能够让，就表示能让，表示说别人不懂的你懂，能答表示别人懂的你都懂，你都会回答。那这样算是很研究很厉害了呢，啊，这样研究很厉害了啊。所以你读种种经，你很有智慧，就是你这个智慧是四字变通了啊，能让能答，但于佛法中空无所得。为什么？你只是知道，你没有去做，你做都没有做，可能怎么可能得到这个功德？这个就是有自无性 啊，所以空无所得。所以你看他读种种经啊，那是不是读经就有功德？不是。是不是念佛就有功德？也不能说没有啦，啊，读经也有功德，专心嘛，相信嘛，他就有功德。但是真正的功德是要透过读经之后的实践，而且要正确啊。得到功德有三种很主要的次第，一定要有。第一个就是正确，这个方法，这个方法，这个次第是正确的啊。然后第二个就是适合你自己，因为这个方法，比如说有些人适合修不净观，有些人适合修慈心观，有些人适合修属习观，这个不一定啊，这你要找适合你的方法。第一个就一定要正确，你不正确，那你的观念不正确，你的方法不正确，你的次第不正确，那你就没有办法达到目的。第一个一定要正确啊，那这是就正信正见了 啊，但是一般我们这一部分比较欠缺啊。第二个就是要适合啊，那么多方法，那么找到你适合的啊，就好像你吃东西，第一个这个东西没有毒的，第二个它是有营养的，最少能够去除你饥饿的啊，那你吃，那么多我要吃哪一个啊？你找你适合你的嘛，适合你体质的嘛，啊，你找得到的嘛，啊，那么可以让你有营养的嘛，啊，药也是一样啊。第二个叫做适合，第三个就是要纯熟，知道正确适合了之后，勇往直前，一直这样做，反复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六日，若七日，一心精进，那么他就可以得到，掌握这三个原则，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他这里讲啊，这个就好像啊，如果没有信啊，就是他不去做嘛啊。那么世人不能入我法海中，如枯树不生花时啊。为什么？他的根死掉了，根没有办法吸收养分啊。那当然，他都没办法吸收，那么根死掉了，性根呢？五根里面第一个是性根呢，所以《华严经》讲什么啊？性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法啊。我们把这个写一下。《华严经》啊，很有名的啊，这我们一般常常听到，《华严经》，性为道源功德母。这个写起来怎么这么奇怪？性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法。除灭一切诸疑惑，啊，我看一下，除灭一切诸疑惑，示现开发无上道，啊，这个是最后能够得到这个无上道了啊。那么解脱道来讲，就是沙门果啊。那么佛道里面来讲，就是成佛啊。那么都是由信开始的，没有信，就好像大树没有根一样，它结不出了果实，就是这里讲的，如枯树不生花时，就不得沙门果。所以剃头染衣，
读种种经，能乱能打，于佛法中空无所得，啊，就讲这个。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这样的道理，这样的意义，啊，所以在经典的最初，啊，都要放如是法文，啊，是因为要让人家相信，啊，相信很重要。好，那么这里《大波涅盘经》啊，阿含部的《大波涅盘经》啊，他也是这样讲啊，你看。那可以得沙门果，如来正法，啊，就佛所说的法，深旷如海，啊，形容它不可测量，太多了，啊，那么一般我们刚学佛也是这样，哇，佛法太深奥了，啊，那么我到底一开始要怎么修，接下来要怎么修，修到最后是怎么修？啊，一般我们要知道，啊，那么如来法海，啊，你看这个用法海，啊，那么其中。或有啊，这个就是得沙门果，得诸沙门果，这里讲的啊，得诸沙门果，其中或有得阿罗汉，啊，沙门果里面啊，沙门果里面啊，一般我们叫做四双八倍，那通常就是四果。沙门是出家啊得的果，如果从解脱道来讲啊，解脱道来讲啊，佛也是沙门啊。但是佛道佛果啊又不一样啊，一般但是一般的沙门果，指的啊佛弟子的解脱道来讲啊，沙门果，通常是就解脱道来说，啊，在家出家都可以哦啊，那么出果二果叫做四双八倍，四双八倍，通常是这么说了啊，那么出果前面有个出果相。就是相出果，出果相，出果相就是相出果。那么二果、三果、四果，出果相、二果相，这里有个二果相啊，前面都有个相，二果相。三果有三果相。四果有四果相啊，这有点像啊，那么初禅、二禅、三禅前面都有个净分定一样，啊，四果相啊，所以一般来讲，这个叫一双、两双、三双、四双，这个叫四双啊，出果相是一双啊，这个四双，那总共有八个叫做八倍啊，一般叫四双八倍。那么出果须陀洹，二果斯陀含，三果阿那含，四果阿罗汉，啊，阿罗汉有具解脱跟会解脱，啊，那么又不一样啊。那具解脱是有定有会，所以有三明六通；会解脱没有定啊，没有这个四禅八定，它只有味道地定啊，但是它也可以解脱，可以断尽烦恼啊。那这些。在家出家都能得啊，都能得。但三果啊，三果就把欲贪断掉了。三果把欲界最初的欲贪跟嗔断掉了。那么出果虽然没有断，但是欲贪跟嗔已经出果最重要的是他断三结。出果最重要的是断三结，他已经有正确的观念了，那么知道怎么修行了。那么二果就是薄贪嗔痴，把欲贪跟嗔调伏了，他已经控制调伏了欲贪跟嗔，对于世间的五欲，所以这个人有没有修行，第一个先看他容不容易起嗔恨心，容不容易起嗔心。那平常不会起嗔恨心，可是遇到境界的时候就不一定了。啊，佛陀时代有一个在家居士，就是。他平常性情很好，啊，那么你知道印度都有很多卑女，他其中有一个卑女，啊，他皮肤比较黑，所以他名字叫黑，啊，就黑就比较名字叫黑，可能就是他的比较，因为印度有一些他原住民，他也是比较黑、比较矮的，啊，那么他就说我这个主人，大家都称赞他，大家都赞叹他，哇，这个人性情调流，大家归色啊，脾气很好，他就说。啊，我要来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这样，所以他就故意啊，他每天早上，哎，卑女每天早上都要打扫了干嘛？那他就故意早上早早
应该要起来，他就不起来，就睡到很好。就算他主人去叫他的话，他也不太做，每天做这样，啊，那刚开始他那个脾气很好嘛，啊，就没有境界的脾气就很好啊，啊，那么就说他劝他，可是他也不理他，他叫他做事他也不做，几天之后他就气死了，开始就骂，啊，骂他也不听，骂他也跟他也不管他，他就打他，啊，那么开始大家就传说了啊，这个其实这个人哦，啊，脾气非常不好，怎样就传到整个了啊，那么。但是如果你正果的人，正果的人，他那个道理非常清楚。他虽然会有脾气，可是他知道这一种嗔恨心，这一种打人骂人的行为，最终还是会伤害自己。所以他一定会朝这个目标努力。他即使这个人刺激他，他马上会知道错。有正果跟没正果，就是有肉会无肉会的差别就在，他会很快发现他的错误。没有的人，他会一直执着别人有错，自己是对的，然后更加大力度的去骂别人、伤害别人。为什么？错的是你，你错了，你就应该被处罚，你就应该被骂、被打。那这个是不一样的哦，就是他在这一点上他分不清楚，他比较像是啊要讲道理，但实际上他都在怎么样起烦恼、造恶业。但是正出果的人很容易知道，人家一点他就知道，就算人家不点，他气到起来，他会很快的发现自己这样是不对的，那这个差别就不一样哦。啊，所以你真正有修行，看什么知道？看你的行为对境界的反应就知道。但这种不容易啊，这种要不断训练的啊。那你要训练，你就是你要先觉察。所以我常常讲，第一个一定要觉察自己的心现在是什么状态。特别是在那种特别刺激感官刺激的状态，感官刺激不外就是五蕴嘛，色身香味触，你给我这个是什么脸，你讲的这个是什么话，这个是不好的。那好的也一样，哇，讲到好的你高兴得要死，讲到不好的你气得要死，你完全你的心完全在境界上，你没有反省到，哎，我现在这样了，我现在是这个状态了，这个状态是不好的，我要赶快抽离这个状态。你完全没想到哦，你只在那个状态上反复琢磨，那么就黏着在那个境界上了，一直要到那个境界合你的意，你才会停止。那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迷失，这个很重要啊！啊，你修行不是啊，你能说善道，你打坐一动不动，你念佛一心不乱，没有境界你当然不乱啊。有境界的时候你看乱不乱，那你要训练啊，那你不能等到很强的时候你才要想，没那个，你一开始心里面有烦恼，你要时时察觉。当然我们没有办法一直都保持正念，只有佛才可以，阿罗汉才可以，三果都还会有烦恼。但是你真正的有没有趋向真正的在修行，刚才讲的不空剃头染袈裟，第一个要调伏的就是嗔恨心，这个很重要啊！你这个一点没有认识到，我告诉你，你不管念佛念多少遍，拜佛拜多少拜，啊，那么这个打坐一下子可以坐多久？我告诉你，甚至你有神通，我告诉你，这个都很容易因为一念的嗔心，就怎么样，就堕入三恶道，啊，因为你越有力量，你那个嗔心起来是越大的啊！我告诉你，啊，那么伤害性是越大的啊。果报是越大的啊，你都不了解这个道理。可是正出果的人，他非常明白、深刻的认识到这个道理。正见真上的也是一样，为什么正见真上不堕三恶道？他还没正出果，出果像有一点像正见真上，他还没有正果，他还没有正果，还是凡夫。但是他有这个正见，他在要造起大的烦恼之前，他就降伏了。他控制他的烦恼，觉察他有嗔心，他虽然没有办法调伏，或是没有办法断除，但是他控制，不让他扩大，不让他时间延长，不让他范围扩大。我们就是这样啊，这个人让我生气了，等一下看到那个人，连那个人也骂，连狗也踢，连盘子也摔啊，叫做迁怒。扩大了，你把你的嗔怒范围扩大了，把你伤害的范围扩大了，那么从一天、两天、三天啊，就想这件事，想到就气，气到就想，
吃不着睡不着，都是因为这个人，都是因为这件事，把时间延长啊。那么这样渐渐他就会怎么啊，他就会果报就会成熟，心恶心加强，恶业加重，恶报就怎么样，就容易现前。他不懂这个道理，正出国的人，正见正上的人，因为懂，所以他会及时怎么样，及时控制，设下一个很明楚、明白清楚的停损点。哎，这样，因为他就不会造三恶道的业，不会造三恶道业，才有可能不堕三恶道。正见真上者，终不堕恶道。为什么？他会设停损点，他会觉察自己的烦恼，控制自己的烦恼，调伏自己的烦恼，最终一定怎么样，能够断除自己的烦恼。这个很重要啊，啊，你学佛就是学这些啊，要不然你要学什么？那你有没有学，不是看你能不能讲，是看你的行为表现出来，跟佛法相应不相应。相应了之后要怎么样？要相续，一天、两天、三天，一年比一年相应。那么这样，我告诉你，你不解脱都不行啊，真的啊，要让你受苦也不行啊。为什么？你就不会啊，没有那个心就没有那个业，没有那个业就没有那个缘，没有那个业没有那个缘，哪里会有那个报？没有啊，啊，你说你要清楚。好，那么这里讲啊，一样，你看他这里说啊，这个阿罗汉啊，那么具足三明及六通啊，这个是四果里面有具解脱跟会解脱的不同，具解脱跟会解脱的，具解脱的就是定跟会都有啊，一般有时候叫心解脱、会解脱啊，那会解脱的就是他没有定，他有未到定，但是要会解脱，一定最少要有未到地定，未至定就是他还不能称为定，所以他叫做久住心啊。那么这里三明及六通啊，他说或有得阿罗汉具足三明六通，那么也有没有三明六通的啊，但是有明没有通了啊，就是他一定有肉尽明啊。那么有得阿那含三果，斯陀含二果，须陀洹出果，乃至亦有凡夫之人未得法力者，就是一样啊。那么也有人就是什么空德，出家了没有得到功德，在家学佛连皮毛都没有啊，真的啊，在家学佛就只是啊，我是佛教徒，重视的就是我跟谁皈依啊，我有皈依证啊，我什么时候皈依的，已经皈依多少年了，我在诵什么经。我告诉你，这一些都没有用，就是你有没有学佛，不是名目上的，而是心量上的，你有没有跟佛法相应，这个比较重要。那你有没有跟佛法相应，很简单，佛法就是没有贪嗔痴，有贪嗔痴调伏贪嗔痴，没有调伏贪嗔痴，要控制贪嗔痴，最少要觉察你自己有贪嗔痴，而且要调伏控制贪嗔痴。所以这个佛法叫做什么？畏患离，它有这样的层次哦。啊，我们讲，它有《阿含经》里面叫做畏患离，它一开始就是畏，就是畏着，你执着了，你在这个境界上执着了。这个境界基本上就是贪跟嗔的境界，喜爱跟不喜爱的境界，你喜爱的跟你不喜爱的，你在里面贪着了，你马上觉察，你能够觉察，这个叫做烦恼，这个叫做烦恼，你能够觉察烦恼，觉察烦恼了之后，马上知道知其过患，知道这样的烦恼是不对的，是不好的，而怎么样？而能远离。你马上采取方法，采取步骤，控制调伏这个烦恼，而能远离。到就近远离，它是这个次第啊。
那你都没有，你只是看到这个人有什么烦恼，这个人有什么烦恼，那么因为别人的烦恼而起烦恼，从来没看见自己的烦恼。那么就算知道自己有烦恼，原谅自己的烦恼，忽略自己的烦恼，那让自己的烦恼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增长，不断的扩大，不断的扩大。啊，那么贪从贪一个变成贪十个，啊，那么嗔从嗔一种事变成嗔十种事，那么一年、两年、三年，就这样不断的时间不断的延长，范围不断的扩大。那你说你学佛，哪一尊佛是这样子的？啊，那所以你了解了这个道理，这个就是正见，正见真上啊。那么你可以发现，从这个人的身上，他的态度、他的行为、他的语言，你就可以发现，嗯，这个人有没有在学佛？不是你给我看戒牒，给我看归正，不是那个啊，不是那个，不是看你有没有头发，你穿不穿这个出家衣服，也不是看那个，就看你的身口意啊。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所以他这里讲啊，我们来这里讲啊，也有凡夫之人没有得法力的，这个就是前面讲的空剃头染袈裟啊。那么是故啊，奴误于法海中而生爱心啊，就是什么有障碍了，你不相信佛法里面，因为你于未得法力者是因为怎么样，是因为他不相信，自己障碍自己啦，他没有照着佛法说的去做啊。那么你不信了，你就怎么样，你不信前面的啊，你只要照着佛法所说的去做，那么你一定会得到这样的利益。那你为什么没有得到呢？第一个你不相信，第二个你表面相信，实际上你没有照着去做，还是不相信。你表面是相信啊，那么但是你说你相信，实际上你真正相信的人会照着去做啊。就好像啊，我跟你介绍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很厉害很厉害，你去吃了一定会好。你说我相信你讲的是真的，但是你现在这个病很严重，你不去看那个医生，或是人家带你去啊，你勉强配合啊去带那个医生啊，我就好啊，我相信你啊啊，然后你去看那个医生啊，医生开回来的药你不吃，那你说你相信吗？那你不是真相信嘛？你去看了医生，你也相信医生说的话，你也相信这个人告诉你医生的厉害，你都相信了，但是医生开回来的药你不吃，那你说你相信，你不是真相信，一样啊。那佛法就告诉你这样啊，为什么你不照着做？你的相信不是真相信，要不就是你不真信，要不就是你没有正信，就是你相信的是错的，你认为那个医生有加持力，你看了他啊，他跟你摸摸头，那么你的病就好了。哎，很多人都这样啊，啊，那佛他跟你加持，他就好了，啊，他给你一个特效药吃就会好了，你会这样？那这样的话，你的信不是正信，要不是你不真信，就是你不正信。你不是真信，或是没有正信，他都没有办法于法海，就是有爱心有障碍，你没有办法得到真实利益，你是空学佛、空皈依、空剃头染袈裟。啊，要了解这个道理。好，所以他这里讲啊，这个是第二个啊，有若人有信，能入我大法海中得沙门果啊。那么这个《大般涅槃经》是上下卷的而已，这个是阿含部的《大般涅槃经》啊，那么也讲这样的道理。他说因为这样的缘故，这里现在是在讲为什么前面要如是我闻了啊，因为信很重要，这样的意义，这样的缘故啊，那么所以啊，那么如是我闻会放在佛法，就是佛经的最前面啊。为什么？因为啊，那么要让人家啊容易相信佛法，于善法生信啊，那么所以叫做善信相故啊，就是于这个佛法升起信心啊。好，
那这个是第二个啊，第二个。好，那第三个，他总共用了好几个啊。如果我们看一下后面的话，用好几个，用七个啊，用七个来讲如是我闻啊，三十二个。那现在是讲到第三个，复次佛法深远啊，那么就是深就是深奥啊，那么。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啊，佛法深旷啊，深奥啊，深旷啊，不可测量啊，这个叫做佛法深远。就是你没有深入的话，不能看见它里面的东西啦啊。那他说，更有佛乃能知。这个基本上是真正的佛所觉悟的法，为佛与佛乃能究竟了之啊。这《法华经》说为佛与佛，佛法嘛，就是佛所知道的法。你没有成佛，哪里可以知道？《法华经》里面。诸法实相为佛与佛乃能究竟了之啊，所以这里讲到啊，他说这个更有佛乃能知啊。当然佛法有很多种不同的层次啊，声闻菩萨佛啊，一大圣来讲啊，声闻菩萨佛，那么在家出家啊，那么有不同知道的不同啊，那么最深远最究竟最彻底最圆满最无上的，那么是佛才能知道的。那么，所以他讲到最究竟、最彻底啊，就是更有啊，更有啊，就最后是只有佛才能知道的。那么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那么乃至于凡夫啊，那么所知道的各不一样。人有信者啊，这个人只要先相信了，虽然还没有做佛啊，就最究竟是佛才能知道的啊。那么这个人还没成佛，以信入故。以信的力量啊，信力就是五力啊，五根五力，以信的力量就能够进入佛法啊。那么如那、啊、这里举一本经啊，那么如梵天王请佛初转法轮啊，那这个很多部经里面都有提到，就是佛成佛的时候，佛这个我们最前面也有讲啊，佛成佛的时候。有梵天王请转法轮啊，以偈请佛啊，用这个偈来请佛啊。我们先来念这个偈，他说：“阎浮提先出，多诸不净法，愿开甘露门，当说清净道。”好，这阎浮提。啊，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地方。那阎浮提到底指哪里啊？当然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啊。那么从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说啊，从这个太阳系说啊，从这个地球上说，还是从印度这个地理位置上说啊？那一般来讲啊，比较贴近的啊，从印度说。就是阎浮提指南印度啊，或是指啊佛陀所在那个地方啊，是阎浮提啊。那么印度也有叫做巨卢的这个地方，巨卢洲啊，那么都在印度里面啊。就是四大洲啊，就是比较以印度的观点来讲，四大洲都在印度里面啊，或是在印度周围啊。那再进一步说
啊，再往上一层说，那么盐浮体是指印度，啊，那么其他的洲啊，就是像现在全世界分五大洲啊，大洋洲不算的话就四大洲，啊，非洲、美洲、欧洲、亚洲，那盐浮体啊，就只是指印度，啊，那么东胜神洲可能就是啊，有可能指中国，啊，那么类似像这样，那么。北俱卢洲有可能指欧美这个地方，犀牛后洲有可能指非洲这个地方啊，不一定啊，就是反正就是，你从印度来讲，盐浮体可能指啊佛陀所在的那个地方啊，叫盐浮体，或者在恒河两岸那个地方而已啊。印度很大，大三角形，它就只在那个地方，那个叫盐浮体啊。那么第二个，盐浮体可能是指印度这个地方。第三个，盐浮体可能指地球。地球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是盐浮体，啊，那么或是指这个太阳系这个地方，啊，那所以各有不同的说法了，啊，但是盐浮体如果是大制度论解释的话，啊，它卷三十五有解释，盐浮体又叫做占布，啊，占布啊，占布啊，占布洲啊，盐浮体啊，因为它在南。它在须弥山的南边，所以叫做南盐浮体或南瞻部洲，啊，即是这样。体就是洲的意思，体是一大致的解释。盐浮是一种树，盐浮是一种树，啊啊，那么洲啊是体是洲的意思，所以盐浮洲或是瞻部洲，啊，大致论卷三书有这种解释。那这个世界有四大洲，人都有住啊，东部。东边就须弥山的东边是圣神洲，西边是牛后洲啊。我们写一下好了啊。从须弥山啊，从须弥山说啊，须弥山也可以讲是喜马拉雅山啊。那从须弥山说啊，那么东西南北啊，东西南北，东啊，一般我们讲东南西北了啊，东南西北。啊，依须弥山的东南西北来讲，我四大洲，这个是四大洲。现在有人住的地方了啊，四大洲。那么东是圣神洲，南啊，南就是占布洲或是盐浮洲，占布洲，南占布啊，这里翻译做盐浮。啊，盐浮体。盐是树，盐浮是树的名字。体是洲的意思。盐浮是一种树啊，占卜。后来有学者考证啊，占卜就是我们的莲雾啊，莲雾一般像台语也这样讲占卜啊，占卜。那莲雾是倒三角形的，莲雾是单三，印度的地图也是倒三角形啊，就有这样一个说法了哈。啊那占布啊，占布啊，盐占布洲盐浮。那么体是树的意思，体是洲的意思，体是洲。那这个是树名，这个是树名。啊，那这是洲的意思啊，所以盐浮洲叫做盐浮体啊，有时候要翻占布啊，占布洲啊，盐浮。好，那么西是牛贺洲，那一般我们就叫做南盐浮体或南占布洲啊，那么。这个北是巨卢洲，啊，印度有一个巨卢地方啊，巨卢洲。好，那这个是那如果依《四季经》啊或《启示经》来讲，这四大洲的人的脸型都不太一样，啊，寿命也不太一样啊。那么北巨卢洲一般是人间净土，北巨卢洲一般来讲是人间净土，但是没有佛法啊，没有佛法。所以韦陀菩萨叫做三洲感应，在北俱卢洲没有感应，为什么？他不去那里，因为那里没有佛法啊。他有一个重点，没有佛法，但是他是人间净土，啊，他是人间净土，啊，寿命长，享受好啊，啊，是不太一样。好，那这里说到啊，他说。盐浮体先出啊，意思是佛出，这个佛出现在盐浮体，佛出现在盐浮体
四大洲里面佛出现在阎浮提，但是阎浮提这个地方多诸不净法，阎浮提这里这个世界叫做堪忍世界，跟北俱卢洲比较起来，阎浮提这个是五浊恶世，但是有佛出世，有佛出世，五浊恶世，这里是没有佛法，人间净土，差别在这里啊，所以他这里讲多诸不净法啊，就是五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啊，多诸不净法。那么希望愿开甘露门啊，因为佛就出现在这种地方啊，那么愿开甘露门啊，希望啊，甘露门就是印度讲甘露就是仙丹呐啊，仙丹就是可以解脱、可以不死的，甘露是不死之药啊，比如说往生咒啊，这个里面啊，这个是什么甘露？这个什么甘露？什么甘露啊？一样啊。那么阿弥利多波比、阿弥利多悉檀波比啊，那么基本上他就是说这个是甘露门了啊，佛法是甘露门，当说清净道啊，就是可以解脱的啦。解脱佛法是解脱的方法，希望佛，意思就是说，那么佛出现在这个地方啊，阎浮提这个地方，就是五浊恶世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啊，都是比较就是五浊恶世有烦恼的人啊，多出烦恼，那有烦恼的事啊，有烦恼的人啊，那么这个多出恶法，那么希望佛能够啊。那开啊，开就是开示，开示佛法，让众生悟入佛法，所以叫做开示悟入，啊，叫《法华经》叫做开佛之见、示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啊，它基本上是这样啊，开示悟入，开示，开示是佛开示，悟入是众生悟入。佛开示佛之知见，佛所知、佛所见的法叫甘露法。那么众生依佛的开示而悟入佛所知、佛所见的法啊，入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啊，其实是这样。那么这个众生要能够悟佛之见、入佛之见，跟佛一样，那就是解脱或成佛。那么必须佛有所开示、开显、演示。啊，开显演示佛之知见。好，那么所以他这里讲，那么希望佛啊开示、开显啊，那么教戒教示佛的知见，甘露门当说清净道啊，让众生可以解脱啊，清净就是没有烦恼了，让众生能够断除，因为多诸不净法嘛，所以要说清净道，因为。这个阎浮提多诸不净法，佛出现在这个地方是五浊恶世，多诸不净法的五浊恶世。那么希望佛为这一些众生开示啊，那么能够去除烦恼，得到清净的方法啊，当说清净道。那么如果啊，从阿含经里面有很多种说法啊，那么从阿含经里面来说。那么他讲的多一点，那么有很多种说法啊，就是当时梵天怎么跟佛说啊？那么说了些什么啊？啊，我们可以来再看一下啊。我们举这个真阿含的例子啊，因为他这里只有一个记啊，就愿梵天这样讲啊，那佛怎么说啊？那么他这里啊，真阿含。劝使劝请品，它记载的比较多一点。劝使劝请就是请转法轮了 啊，普贤行愿品说的请转法轮，劝请啊，就劝佛请佛啊，那么能够开示啊佛法，请转法轮劝请品里面，他说到佛刚成佛的时候这样想啊，那么梵天怎么讲？后来佛陀怎么讲啊？他说。我今甚深之法，
佛，我刚成佛的时候不想说法啊，这个在我们前面也有讲了啊，我今甚深之法，佛法甚深嘛，我今甚深之法，那么难晓难了啊，很难明白啊。难可觉知啊，不可思维啊，难可觉知，不可思维啊，就是不是一般的人可以理解的、想得到的啊、想得出来的啊，不可思维。修习微妙，其实就是不可思议的啊。微妙难知啊啊啊！那么智者所觉知，能分别义理啊。智者所觉知，智者所觉所知啊，那么能才能够啊分别，智者才能够分别义理。一般的凡夫没有办法透过思维理解，能够知道啊。那么习之不厌。即得欢喜。假设有人啊，那么精进一心向道啊，那么就能够得到，即得欢喜。但是相信的人不多啊，即得欢喜，就能够入到佛法的真实利益。色若与人说妙法者，我现在啊，就是他先认知到他这个法甚深微妙。那一般的人是没有办法体会，一般的人没有办法体会，就算体会了，他也不一定能够依之实践，啊，能够得到利益，啊，所以要去实践，就是第一个要相信的人不容易，第二个相信的人要能够真实去实践的更不容易，啊，讲这个道理啊，啊，这个就是信的问题。色若与人说妙法者，假设我现在。跟这一些人啊说这种微妙的法，人不信受亦不奉行者啊，人不信受。所以你看他这里就分成两个，第一个信受，所以欢喜信受，一开始都是如是我闻，最后是讲这个道理，然后欢喜信受。欢喜信受后面是什么？依教奉行啊，就是你没有照着去做，人不信受亦不奉行者，啊，倘有其老，啊，就是只是，倘就是啊，就是没有意义的，啊，就是你没有办法，倘得就是你没有办法得到了，啊，就是虚有其老，啊，倘有其老。就是做白工的意思啦，就是我努力的跟你讲，但是你第一个你不相信，相信了你不去做，那么有讲等于没讲，啊，有讲等于没讲啊，枉费啊，枉费我的心力，啊，就是我枉费心力了啊，则有所损，啊，啊，就是我只是白费心力而已。你也不能得到利益，我也不能让你得到利益，啊！我今已可默然，何须说法？啊，这个我今已可默然，所以他不说。好，那既然讲了没用，那我讲了，我就不要讲了。我今已可默然，啊，就是不要说了，何须说法？啊，那我就不要说了啊。那么一开始有这样的想法。后来梵天啊，梵天才会说，知道了啊，佛有这样的说法，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才会去劝转法轮啊，其实是这样。好，那么这里啊，后面佛回答他啊，这个我们先讲到这里，就是说，因为佛一真那讲，佛当时是这么想，所以啊，梵天就会去跟佛说，请。佛转法轮，那么阎浮提这个地方
那么多珠不见，虽然多珠不见啊，等一下啊，我们下一次再来讲啊。虽然下面有养啊，下面佛有回答，梵天在跟佛讲，然后佛还回答啊，就后面都有啊。那我们再下次再来讲。那梵天请转法轮之后，佛啊就讲这个：我法甚难得，能断诸结时。三有爱着心，四人不能解啊，类似像这样。但这个下面我们还在解释。好，那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大家合掌合向，先讲到这里。好，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